嗯，还是小帅哥一枚。来，金姐。哎，卖给我。全全全的。啊，当然，亲亲抱抱不是就正常诶。什么正常？那好人看到我跟你人做伙，是不是太痛？全全，你哪会当安尼跟小阿姨讲话？我出去给人死。大姐，我无代志啦。我顶到我烦恼全全，是不是有去伤着头脑？那无，对我现在我本来就念无情。原本嘛烦恼呢，啊，不过因要出去进前，一定有特别安排详细检查，拢确定伊无问题了后，才好因出。全全。啊。嗯。全全，小阿姨叫你。哦，有，要创啥？全全，你是不是身体够都会不爽快？那无你哪对小阿姨安尼爱理不理的？无。大姐，全全已经大汉啦，已经无什么个够亲亲抱抱啊。唉，我嘛真正无想到，你青少年那熊熊变结款。大姐，你敢有感觉对爸囝出去了后，特别怪怪？你嘛是安尼感觉哦？哎呦，我就一直足烦恼，讲是不是因互雷卡着了后，真正有啥物问题？啊，不过是今麦病无法度检查出来，啊是讲灵魂召唤，你阿爷个赶快哦。王雅纯，我就已经足烦了，你搁搞公生笑。我嘛是自我安慰啊，毕竟哦，互你卡着，这机会真尔细，伊拢拄着啊。可能是因为心内搁有残存的电力在遐噼里啪啦。大姐，搁再讲哦，全全伊马上是经过生死，伫个鬼门关前走一撮。啊，无得卡，伊个态度会变到遮尔啊奇怪，嘛算是一种创伤症候群。我有需要带伊去看心理医生，还是去收件啊？哎呀，啊，既然即摆病医讲无问题，那呢就先继续观察者。我嘛无希望何全全伤大压力。爸爸，咱甲正常讲出来好啊。不管大家是不是相信，总有办法用证明啊。无得卡，大家用做伙想办法，总有办法用把咱换转来。啊，那是你妈妈和咱惊到昏去，要安怎？搁想一个啊。爸爸，你敢有想过，那是咱永远无得换转来，是要安怎？全全。这种不科学现象一定只是暂时的，咱两个人的灵魂一定足紧的活转来。咁真实的？当然是真实的啊！就像每一出灵魂交换戏同款，主角完成使命了后，拢会恢复正常。爸爸是戏剧系要素，袂便宜啊。不过爸爸，你看的甲演剧的拢是戏剧，唔是现实人生啊。戏如人生，人生也如戏啊，世间的道理都是同款的。不管如何，爸爸拢会想办法把你变回去原本的模样。为滴吼，咱先维持现状，可别讲出去惊歹大家。